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方舟生存进化，我是老头奥特曼，欢迎回来。今天呢，我们一样要继续探索我们的沙漠地区。那么呢，我们的沙漠地区呢，其实说真的，好，非常非常的大啊。我记得这沙漠地区在右下角，你们看到这个四等份啊，左上右，左上左上，哎，左上右上，左下右下哦、啊。这个沙漠地区位于这个右下的这个部分。非常的大啊、哦！我们之前上一集呢，好像有找到一些生物，我们还没抓嘛。可是我已经有点忘记了，就隔一段时间了。不过呢，没有关系。那我上一集我记得我有问各位观众们，就说：“哎、欸，你觉得我们之后呢要骑着哪一只狮鹫兽呢？”啊、哦，没有错。好像比较多人选择冰的鹰啊、哦，就是这只冰属性的。然后呢，也有人选皮卡，但是呢，很可怜的火焰好像没什么人选啊、哦，所以说呢，我们这一次呢，老头决定了啊、哦，我要选择这一只冰的，因为我其实很喜欢它这个颜色，非常喜欢。哟，我们回来了，久违的沙漠。哦，其实老头呢，在开拍之前呢，已经稍微看了一下哈、哦，这个久违的这个沙漠呢，哦，先把它弄死，先把它弄死。这久违的沙漠，我有看到有一只我还蛮想抓的哦。等一下我飞过去给你们看一下，好吧？好、哦，这附近预想抓的大概就那几只啊。老头已经先想好了，但是也不见得就是那几只啊，因为中途遇到的东西都不太一样嘛。好、哦，没关系，我们找找看。好、哦、像这只阿法的巨蜥，非常的鸟，没有什么太大的屁用。哦、阿法巨蜥不理他。然后前面这只是冰属性的始祖鸟嘛，我记得是始祖鸟吧。好，然后这是不知道是什么属性的。OK， 这都不是我们要的。我们要的东西啊、哦，比较前面一点，在这个很平坦的沙漠会遇到。啊、哦，这只要的这一只呢，它也是属于最高阶段的啊。啊、哦，那个等级里面系列种类算是最高阶段，然后有玉母蜘蛛的练一下等级。喂，这个右键这能力真的很强哎、欸！哦，右键这个，哇塞！哦，还有一下，哇哇哇哇哇，好吵、哦、这个声音，在叫什么叫的？等我一下啊、哦，这只飞得有点慢、欸，其实说真的，多点一下，把它点到至少点个200多左右吧。我看前面有一只玉母蜘蛛，可以让我们练等级了。哎，我点一下攻击。啊，他从我这边姗姗来迟走过来了。Oh my gosh！ 哦，这个是，呜、哦，这种的不能抓，也这种很强。我靠，这蜘蛛也太大只了吧！要求贵哦，混机哎。哇哟喂呀！点点攻击保险一下好了。哈哈哈哈，他们来点这个攻击保险一下，我怕死啊。然后把这个药剂五秒回复100%的先放一罐在上面备妥。哇，这只蜘蛛跑去咬前面那一只，这到底怎样？我可以先看一下可不可以抓。他的 ID 没有露出来，他是直接一个英文名。我靠，这走过来，来呀、啊，单挑啊！吓死人了，生气哦，好像不能抓的样子。喂，霸王龙大哥别。哇，烧不痛啊！算了，我放弃了。那一只实在太夸张了。大蜘蛛大哥，别这样子。我们要找的不是你，好不好？我们要找的是我要的那一只。啊，我一直都不想讲出来。好了，想一下好了啦。它就是高阶版本的羽暴龙，好不好？但是那只羽暴龙我没有看见。可恶！我记得我明明来的时候有看到啊。羽暴龙大哥，你去哪里了？该不会被蜘蛛咬死了吧？怎么这么可怜？哎呦，这个地洞啊，我知道这是什么了。哇塞，那边这什么？哎呦，要死我！哎呦 ，Oh my god，Oh my god， 我这个顶尖的刺蜥，哇！哇塞，这边我该怎么？我该怎么？该怎么抓？慢慢来，我觉得刺蜥先好了。刺蜥先，刺蜥先，完了，我这只能力有点弱，打不痛它、啊。没关系，我可以把它射晕吧。在哪里啊？
Hello。哎呦喂！哎呦哎呦哎呦！啊，这么近！哇哦，撸到我了！原来我们这么近啊！别啊，大哥，大哥我会死啊！我靠，怎么那么痛啊？我觉得突然学冰的是有对自己不利啊，攻击差太多了，而且我现在快没体力了。啊，我等你。他好像步步逼近的样子，对他步步逼近了，这叫步步逼近哦。哎，出来面对啊！那，你这样就不会来烦我了，太棒了。赤蜥嘞，我想要装那只赤蜥说，赤蜥不见了。哦，然后这只是那只小丑，我之前有抓过啊，我之前有抓过啊。哇，有点痛，2000D，是有点危险。好，把它弄死了，把它弄死了。先补一下、啊。奇怪，我刚才有看一只很奇怪的啊，跑去哪里了？相信各位刚刚应该也有看到，只是我被那个什么，被那个死神皇后追赶啊，我只能先逃了。奇怪，那只在哪里啊？长得非常的异形，非常的奇异。奇异博士啊，看到了，奇异博士大哥，这是怎样？哈哈，先把你抓下来再说。为什么会戴小丑面具啊？这里像漫画歌手啊，很丑哎、欸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知道这只是什么了。这只是那个就是那个什么。异变里面的那只挖地兽啊，它是不能抓的，可是不知道怎么在这里是可以抓、哦，好不好？我们先看一下吃不吃肉啊，这家伙，这家伙吃肉、哦、非常好，起来起来起来了，哦，哎、欸、可以起耶 ，good good， 哇好酷啊、哦，这么酷，可是它的视角没有办法让我看它整个身体，有迅猛龙，有迅猛龙，有迅猛龙。咬死你，咬死你 ！C 键 ，C 键是叫，然后会跳。右键好像差不多，而且为什么突然不能转弯可以了？攻击，刚好超级没有屁用哎、欸！你这只狼很猎奇哎、欸、！Oh my god！ 等，过来。不太妙，不太妙！哇，不！快点，快点，快回家，快回家！哦 ！Oh my gosh！ 啊！吓得我不要不要的！好像在我墓碑，呵呵，装备拿回来了。可是我这样子好像我的防具坏掉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，防具是不会坏的。好、啊，穿一件裤子，呵呵。然后我们把我们的皮卡因，哎，不是，等一下，他死了，我们的阿英，我们的冰的不见了，好，他就这样去了，好吧，我们会不会我们的冰得意莫哀的？我们还是乖乖去我们这一只好了，这一只比较强啊，这一只真的比较强啊，我是说真的、啊。好吧，那只最顶级的雨暴龙不知道跑去哪里啊？算了，有机会遇到再抓吧。我是找不到了啦。好，然后这只玉母蜘蛛又出现了，是时候报仇了吗？是时候报仇了吗？来呀、啊，撸死你嘞！哇，我被围殴啦，没关系，我有我的王之力呀、啊，能。哇！我居然撑得住，我超强，去死吧你！嫩，解决！哎呀，那阿米蒙，好解决掉了。哇，好多蜘蛛啊！我要看看这蜘蛛里面有什么。让我开膛破肚一下，不给我开膛破肚，我被咬了啊！
小三小哦。算了，不给我看。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我刚刚在逛的时候呢，我看到这只龙怎么长那么奇怪啊？有没有看到各位有没有看到这只龙是全身透明，有点像腹片的那种颜色？然后左下角你现在所看到这一只呢，是精锐版本的炎龙。哦，他现在在跟喷火龙打架啊。哦，精锐版本的炎龙是跟刚刚那只巨型蜘蛛一样啊，是没办法驯服的，所以说我们就略过吧。哦，我们现在把我们的这个目标转移到这一只腹片飞龙身上，好不好？它其实是一只嘟嘟飞龙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全身变得染了紫色，哦，好像掉到那个什么臭水沟这样子。然后我仔细看，它是野生，它是可以驯服的，我就觉得蛮炫的哦。所以说，我们现在来试试看好了。哦，现在趁它一个不注意，我靠，头好晕。哦，哥，趁它一个不注意啊，往它那边开一枪看看好了。哦，应该是可以直接抓啦，应该是可以直接抓，没有意外的话啦。林北已经射了，完全不鸟，到底能不能抓？这什么东西啊？这他放了招式吗？哦，然后这是顶尖雨暴龙，先把它弄死，有点烦。我靠！啊，这我靠近会怎样？我会爆炸啊？不会，他放了什么东西？破坏时光？哎呀，这只明明就写野生的，我却不能抓，怎么回事？然后说把它弄死。哇！我被烧到了。不能抓？怎么可能？还是说要把他打死？把他打死会拿到他的材料？有可能哦。没有啊，就这样戳起来啊！你搞骗阿姆西？好，算了。他连射都射不晕，我看是没办法抓了啦，太可惜了。抱歉啊，各位，没办法让你们看了。我还以为他是可以抓的。哦，然后我也有点懒得用指令把它召唤出来驯服了，哦，是一件麻烦的事情，算了算了，我还是很想抓那一只雨暴龙啊，我还是没看见啊。哇，这什么东西？全身着火的蜥蜴哥，这是赤蜥，这不是赤蜥，这叫什么名字？我突然忘记他家原名叫什么了，反正就是赤蜥嘛，管他的，可不可以抓？重点是可不可以抓？野生可以，来吧，大哥 ，nice。奇怪，这只我以前有吗？还是这是最新的、啊？哇，好帅哦！哎、欸，我还蛮喜欢他这个样子的。说真的，你是干什么东西？你秃鹰那边干什么东西？哦，算了，赶快把他抓起来。你这只家伙应该是吃肉的吧？是不是大腿肉？那不是。我知道了，你是吃恶魔饲料，跟那只马一样。我、哦、靠，别嘞，谁啦？谁？干！妈的，再来呀、啊！再来呀、啊！啊，再来呀、啊！我生气了。恶魔饲料在哪里啊？啊，为什么我现在没有办法把东西放回来？是有包包的格数满了，是不是？该丢了。东西太多了啦，大爆满了。是不是？我看一下，对，没错，格数爆满。好啦，你应该吃这个啦，是不是？我就知道，而且一个就起来了。Oh my god， 血五万九！哇塞，哇，哎、欸，这只好帅哦、喔！他要安 ？Oh my god，D T H O R N Y， 我看一下我有没有。哎、欸，好像有哎、欸。可是这个不是给你的，这都是阿法等级的，可恶！只好先把你带回家了。好，我们之后再来处理你。我们先去找雨暴龙啦，我要找雨暴龙。来来来，是咬屁咬、哦！哎、欸，三角龙，你有事吗？三角龙，别啊！很烫啊，三角龙。哦耶，我们帅气的那只。哎、欸。这边怎么到处全部都是着火系列啊？这次我们以前有没有抓过啊？这也太好笑了吧！这是那顶尖，这次着火系列，这次要不要抓？都是恶魔的、欸，地狱使者，地狱使者、啊。算了，既然都来了，录一下好了，带回去做纪念也好啦。啊，各位说是不是？做个纪念，做个纪念。
说真的，这个地狱系列我还蛮喜欢的，只是这一只的长相不怎么好看就是了。啊，怎么不让我开包包啊，大哥？你不让我开，我要怎么抓你啊？站在上面好了。不是吧？不是吧？这只不能开包？哎，让我开一下，拜托，求你了。啊，我知道这只要怎么抓了。钻地的时候丢东西，但是啊，算了，这只不能抓。他的抓法跟以前一样，他这个抓法是跟以前异变的方式丢蜂蜜罐，可是我们现在没有蜂蜜罐，所以说算了，好吧，各位兄弟们，我们回来了。各位现在所看到就是我一直想要抓的这一只啊，顶尖的羽暴，不是顶尖，算是最高级的羽暴龙啊。很可惜呢，羽暴龙刚刚的那个羽暴龙的片段哈，老头不小心就是没有录好，所以说影片损毁，呵呵，啊，所以说就没有办法放上来给你们看。抓这只羽暴龙的过程，不过没有关系，我们接下来呢，开始呢就是要做他们的鞍。Oh yeah， 发蓝光，哦，速度又快，有没有？嘎嘞，可恶，没咬到。转个弯，哇！怒涛加蓝色火焰，非常棒。啊！我靠，他直接把连旁边那一只直接就是什么粉碎啊 ！C 键，啊 ，C 键也是吼，两边都是吼。哦，不同的能力吗？一个是有伤害，一个是没伤害的啊。这个吼呢是让他们惊恐，哦，右键呢除了让他们惊恐之外，还有伤害呢，是不是 ？Yeah， 大爆喷，碎碎碎碎碎。羽暴龙大哥，辛苦您了。好，我们去找另外一个。有，没错，就是这个，就是你哦。哦耶，卡住了。哦，上来上来。Oh my god， 冲啊！别挡啊！凑数，摇16000。16000啊，这个嘞，哎，这颜色看起来好特别哦，该不会啊？没事，误会了，我以为它是那种高级属性的。右键，哇塞，爆炸了，哇，死去！右键这么残忍哦。哎，这边有一只顶尖的异特龙，哎，下次再抓，下次再抓，不管了。哇塞，这边体型太大的，超级神卡、啊。C 键是扭扭扭，哇！死亡火焰 ，fire！ 你看哦，嗯，全身痒痒痒，啊，暴走了。口臭 ，X 键有没有功能？没有功能，可惜这个不能爬墙。这只不能爬墙。哇塞！你看，当这边这么多生物的时候，丢一下尖刺，炸一整片的，感觉好像导弹哦。哦，一个超屌的导弹这样子，会不会炸到我们自己的飞龙哥啊？会不会试试看？我们飞龙哥是炸不死的、啊。哎呦，哎呦，很强哦！哎呦，半血喽！去了，我还打到南方巨兽的安，什么鬼啊？好吧，我觉得我们今天差不多先玩到这里结束哦。我们今天抓的东西其实也不是很多，不过呢。至少还是有点收获啊，但是有一些想抓的没有抓到，没关系，我们下一集有机会再继续抓吧。那么今天影片先到这里结束了，如果喜欢我片的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下方留言，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方舟生存计划再见面了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